苏珊·玉与陈意莲夫妇31日为拍摄画报前往济州岛。心情大好的陈意莲除了手指爱心大放送之外，连小粉丝合照都来者不拒。同样在这的还有老公朱相玉，平常最爱秀恩爱的两人，虽然今天只看得到背影，但最后这个甜蜜拉手手 OK 今日放闪分量达标，单身狗抽放过啊。